我要继续玩我们的猎龙了。怎么看还是这个游戏好玩？哎，这个模式好玩。应该讲这个好模，这个模式好得 IB 啦。老实说，玩转盘输，玩那个龙珠输。唉，什么都输，就只有这个可以赢了。不然我们现在 IB 算是多了，应该是可以不用开连锁了。可是连锁可以靠到隔壁的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就这个模式，我觉得可以玩最久啊，因为也不会有那种照片突然跑出来。你们懂照片突然跑出来吗？一直广，一直广，一直广。哎呦，我中1500。哦，对，它可以有时候可以连续中两个1500，这是它这个模式的特点之一。你们家不要再冰冻了，隔壁的都被你们冻光了。